术的时候，就完全不把成本放在眼里了，只要研发出来就好了，我们完全就不斤斤计较，非常舍得在他身上砸钱。而在我们研究出来之后，老美把价格疯狂的降低，我们也并不害怕，因为这时候就代表着我们的产品已经有了一定的竞争力，不然的话，老美肯定不会做出这样慌乱的选择。这样的行为在我们的眼中如同跳梁小丑般，而这个时候的我们也愿意牺牲更多的利益，为我国去开拓国际市场。在我们这里购买到了便宜的技术之后，不少国家如果觉得好用的话，肯定会有回头客的产生，而我国正需要的就是这一些回头客。这样的话就会让老美非常的为难，之后他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赚钱的话，只要有我国的存在，基本上是很难的了。你觉得我国这样做正确吗？